旧的旋律装满了回忆，伴着我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，落在时光里的你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？如果多年以后那曾笑弹着的街，谁曾想过真的败给了生活，至少我曾义无反顾勇敢过，就算会落寞，就算错过一样值得。多年以后你依然还在我身后，拥抱着我路过窗外，即将到达的路口，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。是什么呀？女人的东西你瞎问什么呀？快过期了，扔掉的。等会儿送你啊。不用，有同事的顺风车。我是孕妇。小伙子，人家是孕妇，你就先下去嘛。对呀，人家是孕妇，是啊，是啊。你牛！秦总，早啊！啊，早早早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贴了止疼膏药，怎么啦？哎呀，我家有一个精力充沛的人类雄性小幼崽，昨天非得让我陪他打橄榄球。哎呀，我这老腰啊！我可告诉你啊，要是没有超人的能力和钢铁侠的钱，千万不要要孩子。秦总啊，这个文件你得签一下。哦，这但凡是生命呢，它就有两个基本特征：一是生存，二是繁衍。时间一到，鸟就会去筑巢，鱼就会洄游，人就会结婚生孩子，对吧？哎，你这今天怎么穿个平底鞋呀？人家广场上跳舞那阿姨都比你这鞋跟高，我这不是为了爬楼梯减肥吗？不对呀，刚才你不是从电梯间出来的吗？啊，我这不是因为时间来不及吗？你怀孕了吧？没有。那你紧张什么？我没紧张呀。哎，你不要老一副月经不调的样子好不好？你能不能有点像样？哎，我天生就是一副严肃的面孔。那你找个男朋友，你就不严肃了？友情提示，最好别怀孕，怀孕影响升职。这哪说的好啊，孩子这小生物，他说来就来的是吧？你就不会用小雨伞吗？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有效避孕，没有之一。吃饭一分钟，厨房十年功。来，刚出炉的豆浆，还有面包也好了，来，还有我的最爱。你的最爱不是我吗？我跟下人说话，你插什么嘴啊？我把我的最爱都给你了。这个也是你小本上的套路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那我把我最爱的豆浆也给你了。那我把我最爱的鸡蛋给你。那我把我最爱的面包也给你了。
我爸，天哪，他正在往我家走呢。 薛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你们快走，快走！薛先生，今天只是一个意外。我是因为有个老乡来了，刚好这个小区也有一个老乡，他认识他，所以这个老乡他就说他非要带一批老乡到我家里来认识这个老乡。我想大家都是老乡，对不对？到你家来？这是你家？你还知道这是法国红酒呢？品味提高了呀。我女儿呢？ 薛小姐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你走人吧。我这是第一次啊。别废话了。薛先生，薛小姐已经有好几个礼拜没有回来住了。几个礼拜？三四个，四五个吧。她也就是偶尔回来拿拿化妆品。别跟小姐说我来过。 还有，小姐的动向要第一时间跟我讲，记住了吗？今天的事儿下不为例。下一次绝对不会了。徐真，你慢走。哎呦，爸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你不和你爸妈住一起啊？你还自己租房子啊？啊，我租着房子呢。我看你就是对我们两个没信心。 还给自己留后路。啊！这到我先看一下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这什么东西？下回坐细点啊。嗯。没接嗓子了吧？听声励志也不如记写励志。哎，姨妈姐。 这是怎么了，老大？哎呀，给我儿子辅导作业吼的，一会儿是鸡兔同笼，一会儿又是龟兔赛跑。你说这兔子一天到晚怎么这么忙啊，戏精吧？你就不能放过自己也放过他吗？放过。一边是择校，一边是养老。我能放过我儿子吗？所以给你一句最中肯的忠告，不要怀孕。来，我来，我来。 可是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家庭跟事业是不可能平衡的，平衡是物理学上的理想状态，现实生活根本不可能实现。啊！来，喝水。你怎么不接茬啊？我接什么茬？觉得你。 是不是怀孕了？我没有。我就算怀孕了，我也能工作呀。我们公司去年的末位淘汰率可是30%。你看你这嗓子都哑成这样了，你还要当人生导师？你歇会儿吧。 确实怀孕了，你去做个 B 超吧！啊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这宫内宫外都得照照清楚啊！你是大夫还是我是大夫呀？哎呀，这孩子来的可真不是时候，今年工作这么忙。那你今天做手术啊？做什么手术啊？你不是不想要吗？那就得尽早做手术啊！
我也没说不要啊。那你自己考虑清楚吧，反正拖的时间越长，做手术风险越大，对你的身体伤害越大。行，我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。谢谢大夫。下一个。回来了。还没睡啊？以后超过要12点加班的话，我就在车上睡了。神子把你吵醒了，你也休息不好。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你这么熬夜，身体会垮的。没办法啊，魔鬼淘汰率5%，去年一个部门都被断了。现在研发部的沙发比那火车站的椅子折旧率还高，好多同事啊，都快把那沙发都给睡烂了。我比他们还好点儿，至少我还能回家睡觉。哎，哎。我今天去医院了，医生说心情不好，求安慰。你又怎么啦？别又吐槽老板给你气受啊！老板给我气受，你开他呀，吵他呀，再不行问候他祖宗十八代，能舒服点不？你有底气问候别人祖宗十八代，我哪行啊？我这刚结了婚，又有房贷。沈明宝，老公来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干嘛呀？十八伙计把我叫出来，不是你选这地方你不嫌晒啊？快说啊，怎么了？咱们晚上去吃个饭。吃什么饭啊？我晚上7点钟还有会呢。就这事儿啊？怀孕了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过年的时候我妈还送了我副对联，写的是“成家立业两手抓，生儿育女两不误，横批人丁兴旺”。我一直给他放抽屉里，我这下可以拿出来显摆显摆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确定吗？去过医院了，官方认证。走，上哪去？你不是开会吗？开会哪有这事重要啊？走，这个去办去。你现在呀，需要补身体，知不知道？想吃什么？啊？快说，想想，好好想想。你不累呀？你都趴我肚子上快1个小时了。哎呀，第一次当爹，有点兴奋啊，请见谅。哎，你说的现在是米粒那么大呀，还是指头那么大呀，还是比黄豆再大一点啊？其实吧，这个事儿我本来是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还不用商量。以后你想吃什么、用什么、玩什么、买什么，随便。啊，但是咱玩什么稍微注意点吧，毕竟现在安全第一。哟，这事儿我得跟我妈说一声，老太太惦记我。哎呀，我觉得吧，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。你最近吃什么药了？没有。那你是照 X 光了，还是接触什么化学品了？都不是。反正就是来的不是时候。那你说说为什么来的不是时候呀？最近公司业绩不好，大家都忙得跟狗似的。那不正好吗？赶紧辞职，咱们家不差这3瓜俩枣的。可是我喜欢工作呀。工作是拳打不呀，这个时候把你的女权主义上面收敛收敛吧。人类不繁衍，文明是要消亡的。来，咱们跟妈说行不行？放松了。
哎，。他做的饭可比你好吃多了，你小心点啊，再这样就要失业了啊！不会吧，薛小姐，你是开玩笑的吧？这男人啊，肯定得拼事业呀，哪有时间天天在家做饭呀？哎，没出息的。一会儿你要配合我一下。要我怎么配合？ 可心啊，你怎么带外人进来了？当初我租你房子的时候可说好的，你是一个人住，这宠物和男人不得入内的。他不住在这儿，他就是过来帮我收拾东西。正好和你商量一下退租的事情。退租啊，可以呀，违约金3倍，拿了钱就可以走人了。 人家正常退租只用扣押金就好了，哪有3倍违约金的？我开口让你说话了吗？啊，瞧你个青瓜蛋子，你没见过的事儿还多了去了，咱不退了啊，点儿背，不能怨社会啊！啊，走走走，上我屋坐会去。往哪儿走呢？哦，对对对对，这边这边。 你说说，你都这么大了，怎么会那么容易被骗呢？你那个房东那么有钱，住那么大的房子，脸上贴上毛笔，猴还进，3倍的违约金，也就你这个傻子会上当，不长脑子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有谁呀？ 进驻爸爸，学英语课的。什么事儿？让你明天过来吃饭。你以后要提前约，我不能随叫随到的。嘿，让你明天来吃饭，又没让你今天来吃饭。神神秘秘说啥呢？别闹。谁在你旁边啊？健身教练。 这么晚你还在健身呢？啊！哎呀，你赶紧，明天什么时候？那就明天晚上吧，好吧？行，就这么定了。明天晚上不许去。不行，这不是你让我工作的吗？等我1分钟。 下单了一个防狼喷雾，不过应该没那么快到吧？你也真够逗了，还防狼喷雾？哦，没有你，我这30年怎么过来的？要不然，你打扮的土一点。怎么土？ 你是？哎，对不起，先生。
你，要准备给你老爸唱的出样板戏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这人家男朋友，这口味比较奇特嘛，喜欢乡村风格的。你去哪儿交上的这个奇葩男朋友啊？啊？什么奇葩男朋友？你还奇葩老爸？这个奇葩老爸才是这个世界上对你最好的男人。哎，我知道。可你女儿我都快30了，你就不怕砸手里啊？是个商业精英还是什么三线明星啊？普通人。下次带我见见吧。嗯。再说吧。小姐，这份策划案你先看一下啊。老公，今晚得加班，可能要稍晚点回家。老公，不好意思啊，明天比稿，今天得加班啦。休息都几点，天天带着孩子一块加班，受得了？哎呀，今天不是周末吗？多得要。咱们刚才说的几个要点，大家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了。好嘞，那你们去忙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周末也得加班了，但是我尽量争取早点回家跟你一起吃饭。几天都没见你了，我天天居然都梦见你了，梦见你回来抱你睡了一会儿。嗯，我前天就是回来了呀，我前天就是被你抱着睡了一觉呀。你还说什么带着孩子一起加班，这身体不好？你还真回来了，就这日子过的，快听话，刷个牙，来，牙膏都挤好了，什么时候跟你们公司说你怀孕的事儿啊？忙个日段吧。你不想要孩子，你就直说啊。还是沈岩的老公。我知道你是职业女性，你有事业心。你要是觉得孩子影响你闯荡江湖，你早说不就完了吗？你吃错药了吧你？我哪个女人怀孕以后还不加班到后半夜的？我吃错药了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，下不为例。不是，你说她在你肚子里，你都不管人家死活，等她出来了，你能对她负责？哎呀，杨真，我真的已经很累了，现在都几点了？你也知道我刚怀孕2个月，就赶紧让我睡觉吧。你要是现在睡了，下次见你又不知道什么时候。你不加班，我加班的；我不加班，你加班的。所以今天必须谈谈。
谈。哎呀，我其实就是让你注意注意身体，你注意注意点孩子。这个孩子他来的不是时候。已经第二次说这话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身体是我的，我有权利选择生，也有权利选择不生，更有权利选择什么时候生。我在跟你说你身体和孩子的时候，你在跟我讨论权利。你可以不管你自己，但是孩子在你肚子里，他是条生命吗？你选吧，谁要孩子还要成功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肚子疼。肚，没事吧？来来，躺下躺。哎呀，就是心疼你，你又不知道照顾自己，你这一天天……哎呀，好嘞好嘞，知道你心疼我，知道你心疼我。好，睡吧睡吧。所以我们的风格和调性就不要跟竞品太靠，好吧？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好像是在碰瓷儿似的。好，那行，就先这样。好啊，好。明王姐，啊，你那个来吧，你等我一下。谢谢。你看，我看什么了？这是专利博弈，咱们要制定行业标准，人家肯定不会支持的。那运营商呢？运营商被库存绑架了。老板，我对这个晶圆再生工厂的前景很看好。这个技术的功耗更低，覆盖更广，而且这个功能验证也已经通过了，可靠性测试也证。你确定不能接吗？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我开会呢。流血是上火流鼻血了还是？肚子疼。肚子疼？你在哪儿呢？公司的洗手间呢。那你等着我，现在马上过来接你。肚子越来越疼，我怎么跟戚薇请假呀？不是，你都这种情况还请不出假来？太搞笑了吧！你跟他直说。朱导，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家里有点事儿。哎，赵老板说半小时后所有人开会。我没看错，他是跑了。哪儿不舒服啊？到了啊，坚持住啊！林宝，你挺住啊！给你老公打电话了，马上就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林宝，这么快啊，小杨？没事吧？我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谢谢啊，谢谢徐总。没事，你帮我把车停下来。好。你慢点啊！小心点，小心点。不用紧张，病人是由于缺乏睡眠和营养，再加上发现流产，精神紧张导致的一时晕厥。目前的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只是流产后的恢复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一下。谢谢。
情了。我是不是？是，孩子没保住，终于如了你的愿了，没有孩子可以挡你的路了，你可以好好工作了。今年年底升个总监，明年再升个副总，运气好的话，过几年就当上了华东区的总经理，45岁之前就可以在上书房随意行走了。齐伟他知道我流产的事情吗？这个事情我没有跟我的同事们说，他们谁也不知道。你是怎么说的？你怎么给我请假的呀？小冰冰，你差不多行了，孩子都没了，你还想着怎么请假，想着怎么跟他们解释，有什么好解释的呀？将错就错，打了补丁继续运行。你就是这么想的？哎，你就当什么都没说。你好好休息吧，还有工作。不准呢？你们公司还有人性吗？还把员工当人看吗？给员工洗脑，不让怀孕，还鼓励加班，你信不信我去告你们去？小杨，你先别生气。明宝她流产，我也觉得很遗憾。遗憾遗憾就完了？你们这叫什么？这叫无视员工的生育权？那你太冤枉我了，我都不知道她怀孕了。就是因为你们不让怀孕呀！哎，还讲呢？上班时间干嘛呢？我们没有不允许过呀，只是。暂时不建议。哎，不允许和暂时不建议，你觉得有区别吗？告诉你们，这些问题不说清楚了，谁都别想好好的。他俩干嘛？是明宝流产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昨天在公司。还是有点区别的。你看，我们这企业文化都说了，勇敢做自己。我们是鼓励员工。别说那些什么勇敢做自己，我知道你们这叫什么，这叫职场的变相歧视。只要女人怀孕了。不给升职，不给加薪，还把他们赶出那个重要的部门，就因为这个，他直到流产了，还瞒着不敢说，连假都不敢请。上班时间，散了。倒杯水啊！我不喝。齐总，我对事不对人啊！你送我老婆去医院，我谢谢你。我也不想为难你，如果你做不了主，叫你们领导来。你们领导要不来，我就找他去，我跟他当面说清楚。我还就不信了。现在法治社会，有理我还寸步难行。小杨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呀，咱有话好好说，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。我
胡总。啊，胡总，老板是吧？啊，哎，我是老板。啊，你准备要多少钱？什么要多少钱？你不是来索赔的吗？啊，这我都理解啊，谁都不容易，要毕竟那房子得还贷，还有这个……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缺钱啊，我要拿这个索赔我还房贷。不，哎，别着急，年轻人，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解决，对不对？有很多时候坏事可以变成好事，比如说现在啊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觉得我要拿我孩子来换利益是吧？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哎，你会拿你自己孩子来换利益吗？换钱？你别走！你给我把我说清楚！小心！你拿钱换孩子？小杨，你这样喝点水。小西，坐坐坐坐。小杨啊，我们公司对您太太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特别满意，我们也希望她赶快恢复身体健康，早日回到工作岗位。休想，他不干了。什么？不干了，辞职。辞职？对。辞职也行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他能够认真的考虑一下。不用想。是这样，我可以给他2周的带薪休假，3周，4周，4周。你是不是听不懂中文啊？我说他不干了，辞职。你们这种行为就是反人类。我不仅要告你们。我还要去网上发起声讨你们，我们法庭上见吧。你们都好好勇敢的做自己吧。哎，小杨，你别太激动了，我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啊，不行就5周6周。你真去我公司闹了？啊。我同事跟我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在开玩笑。你跟我老板说什么了？我说你们公司给员工洗脑。还有呢？你们公司性别歧视，变相迫害。还有呢？我说我要去网上发帖声讨，我还要告他们。你是不是写代码写傻了你？你知不知道我去了之后，你们老板跟我说什么？说要给我钱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赤裸裸的羞辱，哥你受得了啊？你这么一闹。我以后在公司还怎么混呢？就不混，跟家待着。流产这事儿是意外，我不觉得这跟公司有关系。你不觉得，但是我觉得。没说的。人说，人生有几大错觉。一。以为睡5分钟就能起，二，以为明天就能减肥，三，以为我长得跟美颜以后一样，四，以为婚姻是孤独的解药，其实连个止疼片都算不上。好了，你少说话，多休息。明天我妈就到了。干嘛？他租给你那间不会是保姆间吧？应该是吧。他没让你干保姆的活吧？啊，那没有。是，这些有钱人。吃个虾。有钱人怎么为富不仁啊？你仇富啊？我不仇富，但你看他那副德行，一间保姆间的租金对他来说算什么？他居然要你3倍违约金。有钱人跟我没关系，但是仗着有钱欺负你，这我就不答应。你吃完了吗？嗯。我刷碗去。别动。别动。女生碰冷水，痛经起来很难受的。我来就行。
房东不给我们装即食热水，我们自己装一个。好好休息。哎，我有油。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仰望着高楼林立，我们像不像蚂蚁？躲着生活，踏着风雪飘零，游荡在岁月的潮汐。我们跑丢了自己，我们跑散了爱情。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，还好又能取暖的回忆。我们活蹦乱跳在那里，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在那里。一起。